我们脸部的这个线条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年龄的，这个十几万人都分不清楚谁是妈妈谁是女儿。话说别人18岁就开始保养这个下颌线了，我之前呢就真的出过一期这种下颌线的训练小技巧，结果有300万人跟着我一起学，哎，小有成就。这次我是认认真真的扒了他这两个动作，而且做完之后你这个下颌线就直接焊在你的脸上。首先呢，我们的头向右转或者向左转都是可以的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我们的下巴去使劲去勾你的肩膀哈，就肩膀不要动哟。然后勾了之后抬头，你发现没，你这一块的肌肉胸锁乳突肌直接就腾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去维持个20秒左右，这一块的肌肉呢你让它放松变长，自然而然哎，这块就收进去了。第二个动作更简单，来抬头，我们慢慢的张嘴，然后慢慢的去把你的嘴巴闭上，感受我们这一块紧括肌的拉伸感。这个动作呢我们一组可以连续做个10次，但注意千万不要张嘴或张太狠了哈，把你的下巴搞脱臼了。我直接给你们看是不是这个效果立马见效，哎，这个线条都变得更加紧致了，你的气质呢也提升上去了，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跟素颜和解。